龙阳林，明了第二大将军大太保罗峰，五十万两银，就要经过这个长袖林。八名火车武士高高提高警觉。这个时阵，听到今仔这个司机叫，惊到八名火车武士咯。僵尸，僵尸了！哎呦喂！啊！八名武士惊慌失色，魂不交体。这个时阵的老天，就将运银车给推走了。大太保正在这个追赶时阵，又准达哪步跳下哪处，两人多步交锋。这个输出六十四波发落，大太保已经被了砍伤，这个时阵尤准达创新不见。太保啊，太保，太保啊，靠远去！太保啊，排。恁这班九龙兵的害我受伤，阮都叫僵尸惊一跳，要恁魂消魄散，惊什么死？哼，好凶势！你有看无？这个僵尸是假，这是贼寇的敌机。啊，假！啊，假！到张孝林失落这批银两，柯山龙在要对咱如何处罚？你可得奖吗？哼！恁这班庸才，个个靠风三年。多谢王家不杀，多谢王家不杀。军师，罪！公文分发各府州官、兵部官、衙门总兵，速报张孝林的劫银贼。遵命啊！如果副官的文武罢官三个月内却未到劫银贼者，个个受重罚。可恶的劫银贼啊！尤准达听到今得利之后，因一人留五百两银做安家之用。其他九千两银，分布做宾客的人家了。你这姑娘长头长，五公公啊，六公公，坐起十八张大人，五公公不是六公公。啊，我唔知惊。
也轻重啊，哥也无个娘来嫁红啊，五公公不如六公公，笑较好听哩啦，笑较顺哩，唔通安尼笑安尼歹听死无人。哎，金妹啊，你咧千三万三，你唔买安尼，今日买一套校服哈？啊哈，好个低了哈无，安尼敢会看靠你笑？恁妈啦，恁妈啦！迄阮娘吼，自细汉的时阵就教我穿白衫，迄、那个白衫是代表清气的读册人呢。啊，清则自清，落则自落啦。但呢吼，三工溪水都洗袂清啊，讲迄时啊，哪有较热？啊，那无较热。无较热就是无较热啦。啊，是啦，那无较热。啊好啊，那卖小坐啦，哦。啊，你干你咩闹开？互相闹开，求进步。嘿嘿，讲的那么有理。安尼啦。迄恁娘身体真健康哦，对。啊，即马咱特别等下甲伊问好，啊，告诉恁娘若看到要穿这套下服哦，惊一日煞破病来食力。干嘛呢？是啊。安尼伊要转达，你甲我选一套给我。啊，迄套算你送我好唔好？嘿好呢，哟。啊兄弟，是啊，少咧计较的。那我选给你吼，绝对真赞的，唔是咧臭蛋的就对了。伊要转达。咱即马得到这个无正当的钱，啊！即马若提转互阮娘，阮娘会问，啊！我唔敢骗阮娘，安尼就当咱倒开啊！你咧要安怎？嘿，恁母啊吼，伊袂重钱啦，伊是干呐爱看你这个金仔囝转去尔尔，所以啊，伊绝对袂问的咧。一袂问？嘿啊！啊，咱钱卖提好，伊就袂问啊嘛，我对无？啊，这钱是要去揢咧倒？哎，啊你真戆咧！啊，凊彩甲伊藏咧，啊，咱若需要用的时阵才提出来用啊。嘿，安尼你的头壳实在袂歹哦。嘿，普通普通啦。伊要转达啦。伫迄个张秀林，啊，你甲迄个保镖啊，伫咧拼着。是啊。哦，我看你波头环安尼飒飒叫，迄、那个叫你破一个娘娘爱白叫母，迄、那个波头环实在有够正呢。你爱教我，你爱教我。无问题啦，我教你六十四波法，互相鼓励，互相闹开，求进步。光阴如箭，一挂二叔，前宿过在二贤庄二十外天，受先乡神王伯东看护之下，伊的病患真奇乐。兴旺先贤弟，王贤弟是爱国，感恩不尽，宿过物气难忘。真兴乃是当世贤才，得令异兴为友，觉得无上的英雄啊！是啦，刘贤弟。我要回济南交车咯，真兴公务在身，落地不敢慢留。今地将黄飘美奉还之外，并送美丽以表敬兴之意。这黄飘马能载我回乡，我愿领受。礼物之事，真强谢绝，盲目见怯吧。真兴何必客套呢？这是我先乡神叶表春意，望兄不弃之立志。哎呀，金大哥素不修人家之礼，啊，唔免改变讲啦，哦，我赶紧来看马就是啊。皇上真兴一停嘛，不用改言啦。金大哥保重嘛，何有忌告别咯。真大哥做人真清廉，搁真节气，所以不修人家之礼。其实伊个身无分文，伊个搬船也将亲咯。所以我将五百两银，甲填在伊个马碗内底。假使伊若山穷水尽的时阵，伊望着马碗有银两，伊自然对用啊。是，这样我就安心了。相信啊，你因用钱挟死大哥先多，一定要报仇。派人查探李渊的下落吧。冲天冲天，冲天破龙英雄颠倒虎汉，信仰初露的真情，要回济南中路犹如起风落雾。
这个时阵的心情不知如何是好呢？哎呦，看起来哦，暗号刁民了。本来就是无生意啊，现在雨落这么大，更加无生意。啊，大汉，啊，咱若去抓到迄个劫人的贼寇，啊，官府就甲咱赏金，咱就免烦恼啊咧。当然咯、哦，赏金若领着，咱就好叫咯。哎，一寡本官呢？去当然咯。贪心无良的罗店店主吴广、吴车、周坤，因三人手提歹徒，一心想着要触犯得赏金。哦，慢客，你别坐，你别坐。多谢。山路崎岖，又有倾盆大雨，今夜宿在贵店。哦，可以啊，啊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哦。啊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慢点啦。请问贵店有买房吗？有咯，买房真大间嘅。阿坤，啊，将客官嘅马甲牵去绑。好，拜拜。客官要饮酒，也是要用便饭？哦，我素不饮酒，掌柜，我上一房沐浴，然后用便餐就可以啊。阿牛，你别歇，你别歇，好。大哥啊，怎样？这人是玉林的大刀呢？乱讲！人才英俊，出口书文，哪是玉林的大刀呢？你唔知影，我扛马去拔的时阵哦，吼，迄个马鞍伫要甲拔起来，吼，偌重的了，遐个马鞍我甲看着真，全是白银哦，拍算五六百两敢有诶款哦。哇，紧啦，赶紧！唔通声张啦，再神爷，再神爷，周坤，你赶紧去衙门报告。哈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老诶啊！现在去报告吼，也唔多了，叫走去。啊，咱遐赏金都怎安尼无好去啊？要安怎？对，你做你做，这班这班。对啦对啦。暗号刁民，陈小宝思想愚钱，忐忑不安，睡不合眼。这时阵真强，听到异声咯。刁民君子雷同小人，你想得要偷窃我的物件？哈！回我来！啊！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玉林大刀啦，好偷提银啦，无大吉啊！阮大，阮大都叫怕死，拿起来！走！来！哦，大人是谁？原来是泸州总兵赵天忠，总兵爷。我身犯何罪？罪犯何条？将我捆绑呢？哈哈！张孝林的劫匪是今夜干的杀人犯。总兵大人，这个店主利用这个黑夜时间私进客房，我以为是贼贼用力过猛所误杀。也若是张孝林劫人的代志，这个可能总兵爷误会咯。误会？我问你，你哪有汉贼银两？哦，我心中只有两三两银子啊！哈哈哈！哈哈！买碗装银两，明明是劫匪。来人啊！押回罗州，送予知府孟追。遵命。总兵大人啊，啊，赏金呢？是啦，赏金呢。结案之后，自会通知你来领赏。哎呦，押回。十交朋友的真强，受了罗州府蔡建德经三审的审问，证人大太保罗峰证实之后，监禁罗岗，好等判罪咯。真强哦，大人，
本府将你的经书甲罗芳的证书送至山西大兴台，大兴台判你死罪赦免，活罪难容，发配到湖北休州燕山府充军三年。明天就要出发，按半个月到燕山。天哪！战将不妙，兵士登主，迄、那个金属保护被判五十罪，啊，明天就要押去燕山充军咯。金大哥啊，你太可怜了。啊，听讲吼，伫个张孝林去讲夹迄个靠山龙的灾物了。不妙！金大哥被押到燕山充军者，燕山落叶军令森严，凡是军犯一到，先拍一摆杀一棍，金大哥必死无疑呀、啊！一摆杀了一棍，哎呀！别动，对，咱先来去探监，安慰大哥吧。好。金大哥。王兄弟，金大哥，新兄弟，听我感应啊！金大哥，你我害着，怎样讲呢？因这个兵外内面，我甲你装五百两银，无甲你讲，这是咱先乡亲好意，特别给你的，但你该谢绝，因为我知影讲你心欠搬川，所以甲你装在兵外，今仔日来害着你。受这款的罪行，大哥，兄弟，我五十点子五讲是真的。大哥免辞，落地真美丽，向有关单位申请，看会当减轻大哥你的罪行无？心累不及掩耳，明早就要向燕山出发了。这，先兄弟不必多心。这是我真强的运命啦！愿望先帝大神以加庙，以免老人家望眼欲穿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乡亲愿尽美力，暂别了。大哥，保重啊！由于先帝保重啊！唉，可怜可怜呐、啊！保重的先乡亲。后裔王伯东快马如闪电，特别赶至河北休州拜访挚友罗万岁祭拜官张公金龙。禀将军，我有二贤尊姓贤的，甲一个姓王的要来拜访。二贤尊姓贤是先乡亲，那是我的朋友。来人啊，有请。先英雄，当王英雄驾临寒舍，速别先回啊！落家有事相托。哦、啊，请坐吧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。先英雄，请多吉祥吧。落家有一名朋友，山东济南金强如雪宝，号称小明雄，为人慷慨诚实，文武双全，因失恩五十人命啊！上来这个所在做官犯的人，会受元帅拍一摆杀威棍，也被打一摆杀威棍者，十名死八九，这要如何呢？好，我会想办法给伊保护。先英雄、王英雄，恁放心吧。恁两个是贵宾，请来去酒店畅饮一番呢。张将军，我处处专为金强而来。愿兄极力相助，我有急事是赶回罗州，容我过时吧。哎呀，先英雄、王英雄，晚途跋涉，又即刻就要赶回，实在是太劳累啊！过时咯，过时。这两位是罗州的好汉，先英雄甲王伯东，另一名军犯金强二叔宝，不久会到位。转眼经过十数天，金强尚未到位，请将军亲自赶来吧。今天乃七八天了，如无人会当担到你苏台来吃，你就另得
中领军之函咯，来人咯，准备上擂。好命真强真俗骨，当着两名记者日行夜宿，经过十三天八十九百里，到了湖北的境界咯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肃静肃静肃静！雷大侠连武者听者，我在这个九十九天中打倒一百三十六名武术名手，今天第一百天了。如果无人会当胜我者，我就做官咯。做燕山大元帅麾下中领军，也不是普通人会当胜任了。嗯，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！起来比气啊！起来比气啊！嗯，喂，你无想要做官吗？你，你无想要做官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无人敢跟我比啦！稍等嘞，将雷归好来，是左名雷，安尼好，领导，拜好，左雷甲苏大人展开良好之争，这个时阵，金属宝叶卡密来到雷大侠咯。双方交手经过数合，苏大奶必输出高粱出海。呀！哈哈哈！要做这个中领军不是简单呢，台下的观众大家了解，你我。马人是无可能做这个中领军才对啊！哈，哈，什么人不搬拢起来，不好人拢起来吧！也若无是头顶要暗落，中领军是我的咯。且慢，什么人发声？其实，你解开锁扣吧。哎，真爷，你要创啥？我特别上擂台，领教这个擂台主，可以会当知影讲人外有人呐、啊。你唔能甲走去呢？我唔是迄款人，你放心吧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甲你开锁口。喂，上面呢报出你的名声，安金强。姓金的，这唔是玩耍呢，十眼敢度相望，你必是留神咯。元当领教，拜好，领教。天雄神王伯东受了山西这多才之托，阿三万两的苦人玉指山东。这边面尤俊达是脆滴味，尤胜东听到今啊，特别震惊咯。双方各使六招大拼斗，金强甲苏大奶之赛，谁胜谁败呢？击败我张公瑾，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呢？听到今仔个尤俊达踢到铁板路，好汉好汉好汉，好汉变好汉，这班好汉的运命变化如何呢？请看续集的大好戏《水龙演义》。